先生，请到驾照。这里规定的速限是60公里，你已经开到120了。庄静文，交通大队，第三小队。谁呀？太嚣张了！你太离谱了，你！新驾照。工作会不会很辛苦啊？你想嘞，开罚单给你这种人怎么会辛苦？这是我的乐趣。真的啊？开罚单给我是你的乐趣啊？真的吗？真的啊。什么？你是不是想告诉我，你很喜欢我？每天都想跟我说话，是的话你就说啊。现在如果说不出来，那改天再告诉我好了。